晨起床了。嘘，不要讲话。棒棒糖真奇妙，出题目要我找。蜜蜂姐姐，今天棒棒糖要考我们什么问题呢？棒棒糖要问我们，什么动物最喜欢住在阴暗潮湿的水沟里？通常都是晚上出来找食物，可是它最怕遇到的就是猫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棒棒糖的提示吧。第一个是老鼠，第二个是蛇，第三个是青蛙。小朋友赶快想一想吧。小朋友别烦恼，慢慢想就猜到。是不能看到牙齿。一颗心有活力，美丽有好奇，虽然是年纪轻轻，全身充满魅力。一颗心有活力，美丽有好奇，虽然是年纪轻轻，事事都有新创意。出第二步，接着第三步就冲冲冲出去。今天日子有一点不大不小的倒霉，要一颗星星倘若一切就过去。Never never never ever give up， 就加快加快加快步伐。Queen Queen， 公主 princess， 太多学问还不懂，经验也不够，小女孩却天生自然。拜拜拜拜公主哦。
是记得带手帕跟卫生纸。一二三四，游泳。你是小花猫，我们一起喵喵喵喵喵。顽皮的猫喜欢喵喵喵喵喵喵喵。四脚弹钢琴，呼打翻小花瓶，穿过只会喵喵喵喵喵。我最爱吃喵喵，我爱睡觉。神奇仙魔猫喜欢睡喵喵喵喵喵喵，乖乖的猫总是喵喵喵喵喵喵喵，超级爱耍宝，爱玩躲猫猫，神经兮兮喵喵喵喵喵。我最爱家喵喵，我爱干净喵喵，天天自己喵喵喵喵喵。Yeah.
真奇妙，出题目要我找。小朋友，你们猜到了吗？什么动物最喜欢住在阴暗潮湿的水沟里？通常都是晚上出来找食物，而它最怕遇到的就是猫呢？答案就是老鼠。老鼠啊，平常很胆小，白天的时候都会躲起来，直到晚上才会跑出来找食物吃哦。有时候老鼠会偷偷的跑到家里，偷吃我们没有收起来的食物。老鼠的身上有好多好多的细菌哦，一旦它碰过的食物，如果我们再吃到肚子里面去的话，可是会生病的。没错，老鼠会传染疾病，而且对人有害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食物收好，也要把环境整理干净，才能防止老鼠的危害哦。小朋友都记清楚了吗？那我们下午见喽，拜拜。